穿上我妈的衣服，开始又割麦子了。哎，猪也来了，那舒坦，这错炉了啊！我的猪猪也来了，你看看，上来，快点，上来，哥也来了，快点，舒坦，八哥，快点，走，我们干活了。美丽姐姐带着你们去干活啦。这个麦穗还比较干，比较大。这是我们的镰刀，这个是窗帘布啊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我爸自己缝的，多巧。妈收获了没有？有的。嘿，戴个手套噻。戴有啊。看我也戴了个手套哈。啊，我爸他们已经干了这么多了。爸爸，你看那手在那活着，看肚子上手在那活着。嘿，你这活的，肚子也活的，肚子上咋个活的啊？趴着去啊？去跑了。啊，这也是一麻袋，啊，这里还有一背兜。这，哎呀，我的这个麦穗哈，这个麦穗都比较干的那种，上面应该是有点下雨下久了，有点发霉的这种麦穗，然后搓一下。饱满丰满，就没晒干，晒干了没有这么大，晒干了只有一半大。今天穿我妈的衣服，然后把这个弄了。那就头两件衣服。嗯。你两个又转过来。今天麦子就割完了，这块地割了就割完了。然后过后还要去割菜子，二妈他们没种麦子，直接种的菜子啊。嗯。哎，姐，搞得好干了，还发霉了哈。哪个？哦，这个很干。我们的200块钱终于挣到了，全家人出动。哎呀，早上的时候这个没有戴袖套，然后把这个手握了，手上面弄得好痛。喊小姐，我来过。把所有的麦子都割完了，马上要割菜子了。虽然它不值钱，只值200-300块钱，但是我们可以吃两年，都是自己种的，放心。这些也不会外卖，外面卖的，然后都不是自己种的，吃的也不放心。在老家农村种点地还是不容易的，我二妈也没有种麦子，三妈也没有种，就我们种了。每年5月份都是农忙的季节，现在弄完麦子，马上要去割菜子了，还要去打麦子、打菜子。